伦敦东二区适合一大家子人住的四居小联排，梦幻的房子，咱们快进来看看。那这套房子呢，一共是四层，四个卧室。我们现在呢，先来到它的一层。那因为这一块艺术氛围非常浓重啊，所以开发商把这个一层设计成了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。那我们过日子人家呢，比如可以把它变成咱们的客厅啊，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办公学习的地方都是好的啊。那这边呢，一进门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洗衣间和仓储的地方啊。这个我小的时候的卧室不过也就这么大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去二层看一下，二楼见。来到二层呢，就是咱们传统的客厅和厨房。那现在这套呢，客厅和开放厨房设计在了一起。这边呢是咱们的一个客厅，然后我们的用餐区，以及非常漂亮的宝蓝色这个厨房啊。刚才 Lucy 说，如果他们家有这样的厨房，他就天天做饭。但是我觉得他是在说谎啊。那到了这边呢，还有一个客用的卫生间。我们现在去看看三楼是什么。上到三楼，这里呢被打造成了一个看孩子的空间。这边呢是一个孩子房，然后旁边呢看孩子的大人是住在这里。在这一侧呢是这一层的公用卫生间，面积非常大。现在我们再往上一层看看四层是什么。最不容易被打扰的四层呢，变成了男女主人用的一个私密的不受干扰的空间。这边有一个非常梦幻的带阳台的大卧室，这阳台真的是太赞了，阳台的风景也非常好啊。然后另外呢还有这个充满了艺术感的大的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真的是太赞了。早上起来在这儿化妆，觉得不化妆自己也很美。这样的一个非常稀缺的联排别墅户型呢，其实价格并不贵啊。那这样的户型呢，在100到120万英镑之间啊。如果你对 Good Life Hope 这样的户型感兴趣呢，请尽快联系房地产团队。